站住你俩，你站住站住，给我吐了吐了啊，把我的药给我给我去去去去过来。你这家这哎呀，哎，那个谁，小木啊，去泪痕那药，他俩在家给叼住之后我就跑了。现在小黑是一点事都没了啊。哎，屋里那人，这俩家伙越打越调皮，现在小黑那脚已经没事了，可以联系他主人，让他去那哪儿了，去见他主人了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这个小黑他那脚头两天不得指尖炎了吗？这个疼了瘸了好几天啊，今天你看看完全就好了，来回跑也没啥事了，不像头几天一走路的时候大家能看到一瘸一拐的，这现在没事了。这家今天最后给小黑打一天针啊，明天就可以走了，一会儿我就去联系他的新主人。这个是刚才怎么回事啊？刚才我给小黑抹药膏的时候，小狮子跳下来了。跳下来之后，那个小木嘎不是有那治泪痕的那个药吗？掉下那玻璃瓶直接就跑，我一撒开，小黑蹭一下跳出来，也跟他咬，也要那瓶子来了。这家伙，两个家伙一看太调皮了。太逗了。你打针吧，打针吧。站着别动，别动。他知道打针呢，你看这家。看小狮子那样，小狮子跑起来悠哉悠哉的，这家伙。阿哥，揉一下。看看是一点，你给他抹完药膏了？我刚才抹了一点了，一会儿再抹点，多抹几次每天。回家已经是没事了啊。看一眼，这脚掌那块。对，哈。没事了吧？对。哟呵，你干嘛不让看了？这个没有。这个没事。走你，光剩你了，小日子啊。小狮子，不调皮是吧？啊，来，跑一跑，蹦一蹦，来，我看看，再给你检查检查。不用检查，没有任何的问题了。看这咬合力，小狮子你太胖你啊，要多活动。但是小狮子虽然胖，但不失灵活，特别灵活。我们是一个灵活的胖子。等到小黑回家的时候，新主人也别拿着那个东西让他这样咬了，因为他现在已经开始换牙期了。对，那牙齿已经老化的都变黑了，不老化的就是那个新出来那个就是特别白那个牙，但是里边还没有长坚固，里边是跟那个什么似的空心儿啊，棉花糖似的空心儿的，它是、啊、不是说空心儿，里边是没有长瓷实的、啊、所以说不让他咬硬东西啊。注意一点，行了，就这个小黑的牙口特别紧。行，回去就是大量的喂吧，都喂一些啊。然后小黑他的骨架肯定会超过黑客，他的骨架现在跟小狮子比的话，他就比小狮子稍微高一些。4到8个月的时候可以多喂一点啊，能吃多少你就只要是他不拉稀，你就给他往里灌就行了。对，往里灌，使劲吃。明天启程吗？明天啊，不让你咬这个球吧，啊，叼着球玩。他还不咋玩，爱玩球呢。小狮子，过来。狮子，小狮子过来。小狮子叼着东西，你看这家，他就不给你撒开。小狮子这腰板是真直啊，这四肢你看。啥事没有了，小黑啥事没有了。他不咋爱玩球，他就愿意咬那东西。你要可以给他扔东西，然后或者是拿那个挑逗杆给他逗他，还挺好。对。
他会一乐意玩这个活的东西。干啥？你干啥？走你！你看没？他就是追逐，一看见有跑的东西，他就想追。他捕猎欲望是超级超级强的，这小黑。我叼过来，小狮子。你看那小狮子看，没人跟你玩了，你叼着它干啥？啊，叼着它干嘛？